刘备害勇哥，中勋害……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，可是我快没电了。不不，弄了。对。不是吗？不是。嗯，我不知道你打什么。嗨，武藤山羊在这里，只不过是代号。嗨，变成新鲜柠檬大天狗克劳德。嗨，那巧克力吗？炸厨房时间到，对，我等一下去煮东西。聪明，你们真聪明。我等一下再要去煮东西，我还煮味噌汤、味噌鱼汤，然后炒个菜，煮个饭。耶、yeah ，日式的晚餐，其实像日式的早餐，对。念呢？我只记得7100。那、啊、前面是什么？3158。反正不是31、3518。哦哟！大师比利害，洛克刘汉泽害，陆日笑笑 ，Hello DZ 雪狐，三菜一汤，饭算菜吗？不算吧。哦，好吧。是吗？沙姆嗨，塔瓦哥嗨，汤嘛，然后菜，然后因为我买的鱼有点就比较，应该不会全部拿去煮汤，那个锅子会爆开太多了，所以我应该会把那个鱼拿一些拿去煎这样子，然后可以把丝鱼的烤鸡拿出来吃。不会你要点哪个？你想开什么 ？Google。他没有 Google。你是什么 ？Safari。嗯。哦，忘记你了，好难哦。放大是绿色。好难用哦。哪有超好用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买这个呢？它直接一个，你看中音切换都在这里，点它就切换在那边。不是啊，我那台只是点这个而已，它只是没有写而已，好吗？不是 Ctrl 加 Shift 吗？还是 Ctrl 加空格吗？那个是日文。好，随便了。LMT 小盼地雷哦，中痛好酸淋，我在想什么中风痛风。嗯，夜宵祭祖暗红夜醉古早味原。碗碟嗨，放。我今天一直单曲循环。哪一首？散步。不是。它叫什么？这个。哦。哦。嗨，暗红。他，晚安。哈鲁长控加真吗？嗨。一击必杀耶、yeah, 问三阿贵仔小白兔双眼嗨，谢谢勇哥分享直播间草莓奖，晚安北全天困嗨，移动也爆了电脑移动。嗯，要去厨房了。好，快超黑，先开个灯。哇哦，哎哇哦，好多东西哦，好多小朋友。妈耶！嗨，好吧，留言放大，我真看不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、啊，呜，嗨，拜。可恶啊！神经伽利略，宁宁和夏斯，好多人在。陈恩在哪啊 ？EMG 哦，是哦，他。食物。我今天被大学同学庆生，多又塞了蛋糕给我，真的是要蛋糕中毒了。蛋糕中毒。蛋糕。
你的蛋糕还没有开过。对，然后我本人我就是我自己的生日蛋糕我还没有拆开，它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面。贝尔，嗨，夏天的太阳，嗨，后面是鬼哦，你自己回应他们。我们是红萝卜。不要啦。我不知道这么整个蒜头怎么办，它长得超恶心的，这个切啊，怎么切？切开，对。Hello。嗨，白宫。嗨，好多人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门干嘛锁啊？没有人会从那。这也是很，这也是九楼，开玩笑。啊！去开其他人的门。你知道我们鞋柜那边有带一串的，里面上面有二十几把钥匙吗？我知道。那个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呢？为什么？那拿来干嘛？他要出来背我一下，你知道我吗？牵手足的。啊？傻眼！谢谢 K P 送的生日蜡烛，票是被我吓一跳嘛？这是我的台哟、哦。阿信 ，V and Vain， 再过来踢吧。嗨，现在没有，我先不要，现在准备潜水，还是不要帮忙。他可能把味噌汤煮成甜的，然后煎鲑鱼炒菜全部变成甜的吧？他回我话了。Hello， 为什么这样三个？我昨天明明是煮咸的。你昨天煮什么？哦，对耶。他汤鱼应该要先煮过，然后再那个再加味噌。上次香菜绿色灯盘的味，他真的被你严重吓到。谁？夏天的太阳，对不起，你认识我们吗？我们是 AKB48 TTB 的一起生，我是张法法，他是高云爵，我们是红萝卜，我是大日韩梦蓝之梦，还有单阿杰古天乐，我们是双黑的，不是三黑的，四黑的，二黑。到底是几黑？有几个？太多了。四黑。哦，元木三期会不会有五黑？黑暗势力。跟我表姐密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要最黑传说，那为什么不叫路西法？我不知道，就很传说很黑暗那样子，然后又发了个字吧。不一样啊，姐姐。然后能这样吗？那把它破开吗？云芳嗨，又嘻嘻咯。今天高恩爵在看书，嗯，他花了几三个小时吗？两个小时，大概看了二十页差不多，超爽，到第二十页这样子，耶。书很难欸，哪有两小时再看半本吧？看书好难哦，而且你说你要去专心的时候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也专心，我就看翻个三页，我直接睡着。超烂，好烂哦！耶、oh. <Yay. 咳>，大家都念错，耶、yeah, ，值得称赞。你会念君，我觉得我会念云。哦，是哦。我有同学是这个字。哦。对。好吧，好像厉害了。谢喽。哎，我有姐姐的那个字，不然我肯定会念，我会念君。那你可能就是张水去水去，张三去。这是念水。你是什么？看你怎么猜啊。你好难哦。对啊。
这是这高是有什么很上下差？你是二，然后一个师，然后玉，然后玉，王玉啦，那是玉部啦，就分开哈。他送一百分了，哼，谢谢。我这辈子国文考过一百分吧。好。真是对，慢慢的那种处理食物真的是超没办法的。我已经累了。你还没开播、哦。嗯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你不接他啊、哦？不接。这么快乐？懒啊。Hello， 蛋糕。太火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生日蛋糕，就是我妈寄给我的生日蛋糕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它。那外面还有三个蛋糕，今天同学送的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毛良考爆分分分没一百过吗？有了还是有了，看笑了。人品君嗨大会吗？我不会念啊，七大醉龙醉，阿发。师徒缘意，余寒霜害，用记得放几天。哇，降临一下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！有点窝囊蒜头味哇！哎、欸，它看起来很棒哎！妈，谢谢。那里面切开有草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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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有草莓味啊！好香，很漂亮哎！好香哦。浓浓的巧克力味。嘿，好了，超美耶！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？我有点饱哎。我今天吃蛋糕吃到中风了，我觉得超级多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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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。然后我又本人我又不是蚂蚁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恐怖。嗯，鳄鱼。记得你那蛋糕应该不成人形，哪有？它明明就很人形，很蛋糕形。厨房对，今天要煮东西，不会来的，怕什么？不会吧？那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怎样？我怎么会这样？哦、oh 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差不多？你只是绕去另外一边而已。再打个结，然后再就这样随便绑啊。蛋糕回家，先继续待着啊！好，我们拿个鱼。鱼的话，我不知道味噌汤，味噌汤的鱼应该不用，应该不会太不用太多，然后剩下拿来煎吧。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真的，大家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就是这一坨这一大量的蛋糕，前几天还有思雨的奶冻卷。对，然后如果吃不完的话，就想要拿去给警卫。警卫，警卫，要不要吃蛋糕？啊！滚动蒜头，好快乐。嗯，你好乖呀、哦。它好大颗，好恶心。好看哦。嗯，还是我是鲑鱼啊？草莓太臭了。哪有草莓很香呢？巧克力最香，巧克力超棒的，巧克力超棒的耶！好可惜！炸炸起来，炸起来，炸起来！这个又该要擦一次了，这是怎样？然后刚拿这个砧板的时候，上面看到有芭乐在上面，卡路，还是要清吧，但没有冲干净。I'm the steam wall， 突然觉得不用动手保护北部市民，没礼貌，我没有那么恐怖，好不好？我还是会煮会蒸蛋的。没问题的啦。
OK。肤色跟自己颜色跟自己的肤色越近，越香味越浓。所以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讲到这个？巧克力。啊啊！可恶，我很想说你要讲什么好话呢？什么意思啊？真是的。可恶欸，这个鱼有点厚。我想说煎的话，是厚度如果是一公分的那种薄薄的鱼片，煎起来很好煎，就是你不会煎太老。我的话啦，我习惯就是不会煎太老，然后也不会就是太中间生的。对，然后它有点就是厚度很不平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刀子超准，到调了。我昨天晚上加热水，想说不行，每次都等热水等到天荒地老，我就把它调成60度。是一个可以直接喝的温度，直接喝。对啊，是吗？还是它其实还没有流失？可能是吧，我不知道。说它已经。请确保全程你在场，否则北部会变平地，才不会这么夸张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在场。鱼皮切断。大家，这爸爸煮饭其实也差不多，只是他煮的东西都变成咖啡色。小事，那你帮我把碗戒指拿掉。怎么？你已经因为这只手都是。哎，它这是不会下去哎！哎，你的手好大哦！它很松啊，好大，切不断。好松，你可以把它捏紧。只有一个，可以戴大拇指。不可以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完全可以，傻眼。对啊，我把它戴下拇指。耶，大佛法的戒指。耶、yeah ，看不看起来超装了的。什么史瑞克没礼貌？嗯，罗伯与史瑞克的故事。来，宝宝煮应该安全很多。是的，没错。你以后就不要吃我煮的东西。好了，妥协。害怕什么？什么？你的好是好，不要吃吗？什么？不是啊，我要吃啊！杀死你！还是把鲑鱼丢到你手上，它真的是比一般的肉摸起来软烂哦。我就再回去睡喽。不行哦，我走了哦。不行不行，然后把门锁起来。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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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不要进来。包包就在十九楼外面这样子。我的瞳孔很小，有吗？那我看什么意思？瞳孔？好像你的头发很丑哟。瞳孔，瞳孔很怎样？很小，超超的瞳孔很大，对，然后那种狗狗的感觉，喜欢吗？小黑，史瑞克 ，Hello， 对呀 ，Hello，Hello 学姐，我帮你们，感谢。你们是摄影片哦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要做。那他讲适合哪一种摄影片啊？他摄影片会拉肚子吧？但是龟。
是啊，这可以吃吧？不行不行不行、哦，有些生鱼的学姐想吃，不可以啊，这是生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生吃。是这是我不敢生吃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瞳孔是正中间那个黑点的，那不是瞳孔，是那个、黑眼球。对，讲错了。我瞳孔也算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要拍到瞳孔的话，拍会用那个闪、光灯，然后闪光灯照下去，唰，那瞳孔直接缩起来，这样子。很好看哎、欸，酷哎、欸。如果是录影的话，哎、欸，如果是一个光一直照着，然后拍照就可以，突然闪不行、嗯，你就看到大家的那个瞳孔都超级小。一家表演，一家厨艺，一家进去了。学姐认真。你先煮一下，我这乱煮哦，我这是没有查食谱说乱煮，就想说。其实单纯煮过，然后只有煮到一定熟，就像咖喱一样，料先煮熟一点，然后再加味噌，对。一加再加进来，画面会太黑。没礼貌，超级失礼耶！香，超香哎！哦，至少煮至少吃完不用马上上厕所是怎样？听起来有点恐怖。被庆生的方式就是我上完课，然后要去买东西吃，然后我进了学餐之后，就有一个人就跟着我进去，我想干嘛跟着我进去买东西，外面等就好了，然后就跟我进去之后，然后在打手机，那想说我没有想什么，就是好他打他的手机，那我是自助餐加我的菜，然后跟我打了一说，哦你吃这样子哦，啊哪个看起来比较便宜啊，就是他平常不会讲的那些话，对，然后就想说就很突如其来对话之后，我就好好走出去，就看到一群人围起来，我说你们在干嘛？然后就转过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就哦哇哦，蛋糕！我在看到蛋糕第一想法是害怕，因为那时候还端着那个自助餐的便当盒边走边吃，然后就拿了卤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好棒哦，天哪！那画面看起来超蠢的，可是我好喜欢哦。把一些油倒掉。来，味噌。卤蛋配蛋糕，真的，我在吃很多咸食。那吃了很多咸食之后，我就怎样？我就吃了蛋糕，然后就觉得哦，我这辈子这个礼拜真的是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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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哎。
吗？不知道。这个这边是我的左边。卤蛋配蛋糕好吃吗？有点恶心。那卤蛋还有一种就是那八角那种味道，对，还有一种就是卤包的味道，不是单纯酱油咸而已。那这配巧克力蛋糕真的有点恶心。等一下直播会挑战，等从什么时候开始挑战？开播开始，整个直播整场直播。整场吗？还是就是我直播的后一个小时？好啊。好，就是我们两个等一下一半一半的。对，一半一半。要挑战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各播两个小时嘛，然后在每个我们两个播的那个后的后面那一个小时里面，都不可以讲到你我他三个字，你会吃饱。然后呢，处罚我们。现场立刻处罚，就是一讲到被抓到就是吃芥末。就是我昨天不是拿出了芥末，是直播说拿吗？应该是忘记了。然后我就反正我现在有两包芥末，对，那种真心回转寿司芥末这样子。然后耶，yeah, 我们家爱吃芥末。你知道礼尚往来，就是你不要喂我吃太多，我就不会喂你吃太多。哈哈哈，一二三，谢谢老三收礼，生日快乐 ，yes。嗨，蔡一柔。嗨。我现在烟都在熏我的脸。哈哈哈。这样会加太少吗？你刚刚看到我加多少吗？应该还。味增大师。谢谢。什么都大师了。还有生日会没吃到，生日会多少？给大家吃，给梦神吃，给梦神吃。镜像应该没关系吧？没差吧？有差吗？在干嘛？对啊。哦、对，因为高圆觉看书太慢，我以为他已经看到后面，我直接给他一个剧透。对啊，大剧透。我是一个没关系的人，我反而比较希望你把这整个故事都告诉我。你给我看书，你给我看书，直接不用看了耶。不行，你需要看书。不然你就看我现在在看的书。你现在在看什么？浮生？不是，我在看尸体。Hello 。什么？你自己买的？对啊。尸体？什么？啊？我是买尸体，买一本关于尸体的书，就是它很神奇，就是在讲，就是死亡现场，就是周围的环境，比如说指纹或是血液 DNA， 如果没有采集到，你还是可以从很多地方去找到，比如说那个对那本，它是植物它是就讲植物为主的，然后就是。鉴定，比如说微量孢子，不是微量，就是孢子嘛，然后或是一些种子花粉，然后花粉上面的缺刻或是什么来判断，就是死者待过哪里，因为每个植被是要全部所有的植被的组成一定都是不一样的，那个花粉什么那些都是不一样，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些去找到那个，就是如何怎样，如何。就找到正确的地方，然后可能死法或死法，我还没看到那边，我才看一点点而已，因为它字有点难。你的特工来了，露露，很好看你的特工服，这太好看了。对啊，我遇到我有特工了，是露露，超酷的一个瘦瘦的女生，她超酷的，她，哎、啊，我还抽到她，玩游戏抽到她，厉害、哦，好像厉害哦，神手。真的，你觉得还要再多一点水吗？柴鱼要不要拿来用？不要。好。改出柴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柴鱼，你可以把它压碎。还是一样。哎、欸欸，不是，还有一包没用完呢、啊，在这里。泡了很碎。还用啊？它泡了很碎了，它在哪？
两，因为蓝的包装。没有啊。怎么可能没有？没有啊。真的假的？被丢掉了吗？耶。嗯。哎，这是，还是不知道是不会哪边的猫咪的猫咪。应该是外面，好吧，跟在外面。我要喝。嗯。冰冰凉。有气吗？好会有气。吼吼。有瞄到科工，瞄到什么？瞄到什么意思？偷看？不是，有啊，有偷看到，他就在后面跟我打招呼吼，就要走，要离开那个，你们要离开生日会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耶，机长耶，圣诞节快乐这样子。然后他露露就已经在后面换好衣服，就看到啦。我又不是盲人，还是会看到吧？好凶哦你！没有啦，他好没趣，他放了一天。我真的没有喝过这么没气的糖水，对吧？好恐怖哦！喜欢酒，超喜欢。我看到那个法索拉在这边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名字，就是我的吉祥物大提琴，它叫法索拉。嗯，妈要给我说那是细菌，可恶！细菌真的是哦。你去冰吗？好，你可以喝汤了。打鸡吧。有吗？可爱。你知道你今年播几次吗？今年播几多次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很少吧。我今年几月才开始？我今年七月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七月回来还没有直播吗？有立刻直播吗？我忘记了。可是直播的次数很少啊。这晚还有彩虹色，我可能只看到正面比较明显。对，我后面的话，原来衣服彩虹太，衣服彩虹也太 fancy 了吧？你今天最亮哎、欸，全场最亮，酷啊，超酷。大家都在认识你的特工，对。哎、欸，张板，就那个穿彩全身彩虹那个，超酷啦、欸！超好认的啦。对啊，没事啦，只能秀现彩色，那也很棒啦。也很棒啊。对啊，炫彩色，如果一个、哦、如果一段话是彩色的话，也很酷哎、欸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呢、欸。你好看啊！可恶。刚觉得特工啊，什么时候出现啊？啊，现在没有特工。我不行，我太低了。我不可能当高敏觉的特工，我刚刚不是讲了，我不知道特工是怎样，我以为谁都可以当，就是我只是结果是他要只推一个人，我不可能，我太低了。今年刚好48次，去年69次，好少，好少，真的哎，高敏觉好少，高敏觉播了200多次，疯了，疯了，可不可以洗肾了？洗肾直接加水。微洗还好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煮鱼吧。姜煮鱼。嗯。哦哦，我想说你不煮完。超多鱼油了。你还可以煮你的汤圆，还有姜。汤圆？对啊，还在吗？在吧。在哪？中间，上中间。有的。Yes。还有18度 C 的冰块。对，没错。还有冰淇淋。怎么会有切不下去的问题？你快要飞起来嘞！我要飞起来。他的脚要离地了。然后现在多嘞，完蛋了！吃掉。你吃啊。我不吃。你喝姜茶哎、欸。喝姜茶不代表我会吃姜。我不喝姜茶、欸，我不喜欢甜汤，我不喝姜茶。
你不喜欢吃甜的东西吗？我不喜欢吃太多甜的东西。我想一下，我喜欢什么甜的东西？高人喜欢东西。你煮姜茶，我还是不喜欢。我要，我也不会煮姜茶。可是我会煮姜茶，可是我不。不会煮姜茶。会煮啊。为什么？很难吗？没有煮。可以的。然后。有。绝哥今年播135次，去今年开第275次，很夸张多哎、欸！早安，早安，嗨！最近比较少。玉超，特工真的超酷啦、啊！不要再感叹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听了200次了。等一下煮鲑鱼，我把它切比较薄一点，虽然这样看起来真的很难看，但是没办法，真的是没办法。煮饭，我们帮你挡住。好，过去，过去，过。找个水。还好吗？要不要烧姜茶？茶，好喝茶，有姜茶，煮啊，里面是姜片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那一堂啊。对啊，黑糖姜 茶。不要，你们的姜是老姜，就上次那个姜了。没有，这个不能吃。哈哈，超没味道姜。勇哥说：“我要感谢你们，听你们煮味噌汤，觉得好想喝，所以去煮了。你看，快去煮去喝。外面有玉米，就这样。余文海，爸，开后烟机轰轰的，那这有点大，有点不是大声，有点味道太重。”没有，它不会是咖啡色的好吗？不要加酱油都不会有咖啡色。
小黑，耶、yeah ！我知道我小黑啊，你是什么？加油！绿色废物。想到你，养猫猫都，我要吃一点，我来吃一点那个味噌，是那个我们煮的味噌汤。好吃，好棒，好棒，小吃，这么久会有事。好吗？还是看得到的好吗？刚进来的炒菜超级赞。嘿，可恶啊你！那等你把它放下。他冰我鞋。对。安静，什么安静？你说现在吗？很棒啊！要把它怎样的？好，炒菜，简单的炒菜，一般般的炒菜。它没电了。它没电了。是吧？我没有哎、欸。就是黑掉了。对。谢谢。绿怪会影响你的完成品，还好啦。才不会嘞！他没有动到手。超级大声！砧板超油。我们快要不能讲你我他了，这一定不可避免，一定会吃到芥末的啦。但是还是很害怕、欸，我们都是不敢吃芥末的人。
收风机变好安静。OK， 会你它会影响你，就是把你煮的东西很安全之名毁掉。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发生，我怕爆。挑石怪，挑石怪，高丽菜，好煮好吃高丽菜。这是我吗？QK 男子送了好多枫叶，哇、哦！他送了好多枫叶，他真的送好多枫叶哦。QK 最近是发财了是吗？你怎么了？大家快点去赌他！什么意思？哇！天哪！啊，那个什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要起个赞啊！冲一下，超懒。我现在是一颗红萝卜哎。我现在穿绿色的裤子，然后现在橘色的衣服，好久没有穿这件。很暖，没有，不是这另一件，它是薄的，对，那一件比较绿。我刚刚找什么忘记了，胡萝卜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还有十二分钟。你有他蛮多的，对。OK， 去买的，之前存的哈，才给220，220很多哎、欸，两百很多哎、欸。跟别人比较，那200真的很多哎、欸。你可以去填握手券，谢谢。然后你就可能如果填的很多，就可以看到长头发的我。耶！大家再次声明，长头发如果加了6，还要戴长发的假发去参加握手会，耶、！省着，然后再去填我手去。嗨，文玉吗？这是怎么念？玉啊，哦，玉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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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喵。不是。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赞哦！胡萝卜好吃，红萝卜超好吃，红萝卜。跟你一样颜色哎。对啊。欸、你超没礼貌。没有，我是说你耳朵。OK。跟你一样颜色。不要不要，不喜欢生的。超好吃啊！不喜欢生的，恶心。你有吃什么生的东西吗？除了生巧克力以外。生乳吐司。生奶生乳卷。生乳卷，基本上都是甜的以外，咸的我不吃。生鱼片我也不吃啊。生菜沙拉。生还有什么？蚝，生蚝。不喜欢。上面长灰尘。灰尘。在看梗图对吧？没有梗图。真的没有梗图。啊！下去。下去，全部都给我下去。你有他。还有八分钟，我们就不能再讲你有他了哦。等一下，不行，等一下，说现在吗？是啊。好。他说生还有生日蛋糕。哦，聪明。喜欢。那蛮好当，当围裙子。不要！你看大小肚子也缩起来，小吧。超棒的，别麻痹，别，超痒哎！我还没有碰到，有你有碰到一下，就很痒啊！我就很怕痒哦！不，太夸张！香菇下去，我不讨厌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讨厌？讨厌什么？生日蛋糕。哦，还好，不会讨厌。但是生日蛋糕一个就好了，就是过一次就好，没人给你过一个月的。耶！新成就。表达什么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，就是很多磁铁，然后它是七七电台带回来的，然后不知道贴哪里，我们就把它贴在那儿。现在有火，小心点，还好啦，我不会整个，因为整个埋进去火里面，喷出来这样闷的吧？太随性了。撒盐，我们还有五分钟就不能再讲你我他了。然后惩罚就是吃芥末，对，芥末准备好哦。
对啊，用手啊，他用手啊。小弟的味噌汤已经煮好了，我们也煮好了 ，Yeah，Yes， 开始吃。其实差不多好了哎、欸，差不多可以吃了。看你打汤桶，好啦，我会注意的，我会注意，不会玩过头，不会玩过头。先听，八。我前阵子在看《黑镜》，超好看。我最近又没有在追了，最近有点懒，有点怠惰，我就觉得它好慢，就是它剧情都慢慢的，《黑镜》的剧情都有点慢慢的。然后，哎，我回来都晚上啊，然后看就有点快要睡着。辛苦了，猫咪。猫咪要活着哦。猫咪请坚强。也恰好昨天的麦当劳，很准，半夜就跑去吃麦当劳。怎么把肚子饿？对，我一直在叫鬼叫我肚子饿，要不要出去？还要不要出去买东西吃？要不要去买啦？还是全家也可以，不要了，我想吃麦当劳啦。然后就去半夜去吃麦当劳，然后说那真的是很半夜的那种，然后我。到麦当劳的时候，然后麦当劳说，店员说那个，啊，我们今天内用只到两点哦，然后好啊，内用啊，然后就看一下时间，剩下十分钟要吃什么，然后，关瓦斯吗？也关有关瓦斯，对，然后，笨啊，没有这么笨吧？对啊，没有那么笨啊，没有感冒了，嗯，他感冒了，雨后的天晴，嗨，露露嗨。对，然后我换件衣服，这件衣服真的看有够黑的，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高云爵，现在来帮张手法直播，大概只会播个三分钟吧。我看这冰雪怎么那么少？不是啊，哦，真的挺敢穿，还是这样直播？我感受到了。我感受到了。什么？你的衣服。Yeah, no. 抽时间了，耶！哎，一个小时了。他去哪了？一个小时了。啊？一个小时了。等一下。好、哦。从现在开始不可以讲哦。一二三，除非。除非是在说明规则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怎样的样子，这样子还这样子。每次。好。OK。晚安大家。张手法因为衣服太黑，所以去换衣服了。不是衣服太黑，衣服会让本人变得太黑，所以去换衣服了。我真的是。
没事。太夸张了哦。哎、欸，很好看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又不，你为什么会看过？官方啊。嗨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可爱。好的，我要抽抽。我要讲一下创作理念哦。哎、欸，我直接变超白，你自己看。耶、yeah ！衣服像什么？国旗。国旗？哦，我的吗？现在吗？哦，对啊，英国国旗。好看。我们刚刚直接讲超多。对。我真的都，我真的都不敢讲话。拿钱不拿钱不拿钱。救命哦！入境快感觉，什么奇怪的游戏？快点，快点入境！你坐那边。好啊。我讲了，讲、啊、两次，完了，灾难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啊！爸，我们的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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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爸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好恐怖！怎么可能啊？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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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七，五六七，五六七，死呢！好快！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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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吃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恶心哦！他看起来很恶心，就是，好吧。我的牙妈妈都有吃过，我直接讲。哎呦喂！第三次，第三次，哇哦！不讲话了啦，不直播了。不直播了。还是我们吃完就直接吃。想笑怎么讲才不会讲到？电脑。才不管那边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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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哈哈哈，不行，几口，四口，我去拿筷子。要不要弄一下味噌汤？好，加油！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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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哦，好难哦！什么奇怪的游戏？谁发明的？谁发明的？对啊，太难了吧！要分两个玩还是一个玩？然后倒，然后再喝。玩大概十分钟就好了。你刚刚，下去，下去吧。我们，
六口。看就这样子一点点点就，反正就是应该要这样子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我们是不敢。七，不敢吃芥末的人好吗？突然觉得不讲话了，不行。你们看这不友善的味道，爬吃、啊。怎么样呢？味噌，味噌。哦哦，闻到了。这么大一坨哟，这么大一坨来说，这么大一坨，九次就。不讲话，我不讲话。整包送给你，张法法，我没有讲，啊，有，请听到，最快一点，好吗？天都知道你，他死亡了，他飞进去了，什么意思？再讲一次，我们两个在干嘛？就是我们在玩，我们在玩，不能讲你我他。然后可以的话，时间是持续到我的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候，就是他的，就是到我下播这样子。对，他下播一个小时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我们两个都各播了两个小时。不会讲话。然后就是他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，所以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就持续到我的开播开始一个小时，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，不讲话了。最后我两小时的后面一小时，跟他开两小时的后面一小时，嗯，然后后面吗？嗯，连续太难了吧？好吧，来吃草。天诺就你可把食物加给他，真的会洗肾哦，真的，嗯，好哟，还好，嗯，还好。刚刚在讲规则，吃蒜头，不然吃蒜头，整颗下去，不可能。嗯，对啊，已经十次了哦，太难了吧？本人要是十次了哦，你刚才是一，高远觉得十一次，高远觉得都不敢讲，要讲话。好好吃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你吃啊。我有水，给我水。又一次，哎呦，要舔到欸，这个还蛮有用的。在哭啊！不要哭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太夸张了吧？你是几次啦？十三、十二。刚吃两次，大概还有十一次。苦茶，欸，可是苦茶蛮好喝的吧？算是。不在了，不在了。再发发一下先。我
不知道在哪一双款。啊？这为什么会在这？这是什么？蛋糕的。是还好，就是它比较，我在听哦，就是比较偏凉爽。什么东西偏凉爽？苦茶。偏凉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会讲话，就是苦茶比较苦，比较还好，很凉。喝了真吃不着辣，什么意思？本人不吃辣、啊。够小了吧？这超友善的，超级小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筷子上绿绿的东西，真的超友善。大家吃什么都觉得好吃的。嗯。嗯。好像在吃毛毛虫。没有啊。谁？这。还想。哎呀！烦死。N 次的游戏。你忘记。放你大头。已经问你几次了，吃几次了？随便了，七次吧。嗯，还有六次。哎、欸，生日会的时候粉丝吃超多哎、欸，就一包挤一个饼干，让他们吃一大口。感觉不讲话了，要不要直接吃这个？好好好好，嗯，对，吃饭。好，直接八次。吃完只好弹额头了，弹额头还好吧？更还好了。嗯，不过很会猜、欸，那题目也很简单，比起前面几关。这不是辣吧？这比较是强。嗯，不友善，反正就是不友善就对了。关键就是手机呢。哎、欸，嗯，哦，在那。谢谢。耶。吃完只好弹额头了，为什么？还是你们留言也不能打你我他，超难。他自己去买芥末啊。对啊。不可以买黄芥末，黄芥末太弱了。想吃黄金泡菜。不吃泡菜。黄金泡菜比较好看。不吃腌制的菜。不好。哎、欸，真的是。是有什么共同喜欢吃的东西吗？吃巧克力，光吃甜点就没有了。感觉喜欢吃甜的，甜汤。嗯。本人不吃。不喝。嗯。不喝甜汤。挑食。我们要喝。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蒜头好吃啊。嗯，为什么？没有辣椒啊，这里。有啊，里面有。有，我
了。可是整个是干的，这不可能。知道，他已经放了两年了。再摇一杯。嗯。他已经是干燥到，对不起，变掉了。可以开始慢慢习惯吃瓦萨比，然后之后一瘦十斤就可以吃瓦萨比。自食量，你像鬼。好像鬼哦。刚刚对整个黑的时候是不是拉肚子啊？我嘛，一定还没有吃到牛量。他爸爸刚是不是说了什么？哦，对，这是一直在不间断的在吃哎、欸。挖着吃，挖着吃，挖着吃！天哪！哦，火龙要烧起来了！这游戏还是持续，我这个吃二十分钟就极限了啦。不会吃完的，不用怕。有两包哎、欸。嗯。肚子在烧。真的好热哦。嗯，今天不是要直线下降的吗？说好的温度，是不是吃芥末可以保暖的意思？天，没有天理啊！残酷二选一，吃完直接吃完一包芥末这样挤进去，还是吃整直接吃掉这一整颗蒜头？先回去睡。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选项、啊。不行，跳。再闷一下，再闷一下。希望每一天都是耶。Yeah! 不行了。哦，不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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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自食量哎、欸，饭，大家在饭，狂加芥末，他个人觉得碗里面狂加芥末，整包这样夹、欸。有人有看过那种饭上面然后一圈美奶滋的吗？嗯，超恐怖的，嗯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超恶心，超级腻，好像、哦，哎、欸，超像，你超，可以吃它了，你可以吃它，这可以抵三次，不行，这超大的哎，大姐，这会死掉吧？是大姐吗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排位看起来不是，不是土方，对啊，就土方啊。致死量什么土方？土方碎十四的，银魂里面那个没有看。然后知道松田总总务，那、为什么？帅，喉咙跟胃都在烧哎、欸！天哪！面白い下去哼这个没头发杀死杀死这个人强强没事 peace peace it's ok
是，是同团成员呀， yeah. 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对，好朋友。哦哟，我再念出念留言的部分吗？对，小易。大吃一块芥末吗？还是蒜头？蒜头没问题啊，芥末才不行啊。今天直播会非常安静，怎么办？还是30分钟就好了。嗯，到30分钟就好了，真的。反正就不用播了、欸。还有8分钟，还有8分钟。快了，八分钟。跨年要去哪里？跨年，大家有推荐什么地方吗？学做料理不被广告打断，免费使用 YouTube Premium 进行料理，不受干扰。该播都在吃，差不多吧，这个时间。对啊，等一下还有2小时，应该就不会都在吃吧？对，没那么多东西可以吃，没有那么多胃可以吃。东西多，但费不多。嗯。我们有放假吗？跨年那天下课就放假啦。应该有吧。嗯，1月1号应该都会放假。跨年有资料场吗？我不清楚哎、欸。其他人的话我不知道。讲几次？真的，跨年不要出去了。其实人很多哎、欸，跨年。想去人少的地方，但不知道哪里是人少的地方。跟台北超不熟，就是路边一个公园也很棒那种感觉。嗯嗯，真的要注意保暖。明天，明天我觉得应该就不行了。今天最低温12度，11度，明天最高温12度哦。现在气温正在直线下降。要离开被窝真的是见鬼。加油！这不是不要出去说，你是要读书哦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会读书了。等一下去读。想想你开播就读书，然后就不讲话。好认真哦。嗯，露露是认真大学生。没有。真的不想，不太就是真的不太想去淡水，就淡水你知道，真的是有进淡水，这是没电的意思吗？电量不足？不是不是，他自己，他是5%哎、欸，哦耶，冲！那山平地是6度吧，山上不知道多少。嗯，负会下水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台湾很少在下雪的、啊，而且很远，好远，远死的。五岭下雪，错过什么爱恨情仇？没有，这只是我。来，芥末欢迎你。上次罚3次了，他在什么东西？啊！跟祖雅恩一起演比，不行，学费很贵。
嗯哼，就感觉是至今颜色的书，跟这个颜色一模一样哎、欸！你看，听到了，直接吃到，仔细看，一模一样的颜色、欸。就是挤上去也不会发现被涂芥末。不要啦，还是不要啦。哪天穿穿上衣服？哎哎手被擦着。你整只是酸味哦。烦呢、欸，烦呢、欸。露露什么差十分？没有，是看开播的。时长，嗯，现在27分，27:25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三分钟不讲话应该不会怎样吧？讲下直播就是36秒、37秒、38秒，暗红，嗨。有伞。嗯，加油！哪天外套有了污点，感觉知道可以用什么来盖掉污点的包？用芥末。只是会有点臭。嗯？会很臭。嗯。有凉掉了。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,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 132, 133, 134, 135,
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嗯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嗯，希望大家不要走掉。Yes, hello。现在就是听咀嚼的声吧。ASMR。哎，饭好了哈。嗯。走，拿饭。什么意思？酱油配瓦萨比会不会好一点呢？还是就是一样？会。吧。嗨，杨雄，嗨，木一，嗨。好，拿饭。饭煮好了。这板凳在这边很恐怖哎。Sorry。 嘿，对啊，在努力，剩下手机也要努力了，手机要没电了。十五秒，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咦，扭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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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好快乐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嘛基本上超废的，对啊，是谁发明的？我是看到日本人玩是玩不可以有外来语，不可以讲英文，然后才想说我们外来语很难发现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想说改成你我他，可你我他真的有点太难了。对。嘿。还是不可以讲语助词。什么语助词？什么意思？弄啊了弄什么弄？啦。弄。那你感觉爆哎、欸？我超容易爆，我每个句子后面。中饭。拿饭。碗，你要拿出来是吗？它真的是好了吗？好了吧。这个夹子呢，在外面放的久。我想说，刚刚是有点那个锅子有点开。嗯。漏
好了。我想吃薯条啊！拿去烤，鸡块拿去烤。会比较好吃吗？我觉得薯条店拿粉整包倒出来。真的、啊？好可能。你？哈？什么意思？拿薯条整包掉出来。没有抹布，没有抹布，没有抹布。有纸箱子，有。可以。还在组织。你把它丢到那个黄色塑胶袋。耶、yeah! 哦！终于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可以。你有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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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他。进去。进去。让我进去。进去。嘿，嘿。鸡块是冰的耶。没有错。我们是要需要充电线跟充电器。没有错，你还手机跟电脑都没电。对，好惨。大家晚安，我是高云爵，这是张佛法的直播间耶。嘿，他去拿充电线了。什么走路姿势？踢到地毯。好，真的累了。你还有好久、哦。请问高原觉得直播要回到房间吗？快乐星星人吗？名字太长了。说完东西就回去啊。好啊。嗯。拿完，不能讲只或是在。什么意思？那不，只或在，只或在也，会很难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试试看。我们是十分钟。到44分，我说那个开播时间44分，好，我觉得应该不会迟到节目。你吗？嗯。盛饭需要碗。大家晚安，今天也是个美好的一天，耶！好累哦。你说你组不多啊，这蛮多的、啊。真的吗？啊。看起来很不多耶。还行啊，不少。完了。狠或好哦，狠或好也很难。狠，我很常讲狠。对。有什么可以代替的词吗？超。超怎样的、？Very。Very。热饭加冷味噌汤，我笑死。哎，这样会热、哦。热味噌汤。好吃味噌，我昨天梦到一根头发，那就很恶心。梦到，嗯，梦到，嗯，我想哭哦。啊，你现在不能讲狠字。哦，已经开始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就算了，当参考。真的很难哎、欸，真的。真的难欸，玩完国文突然进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就没有。直接退化。对，不会讲话呢。好像要拿糖吃。麻烦。
我瘦了。为什么？昨天吃麦当劳，然后还没运动。行，开动！哇哦哇哦！他不能讲有跟不，有跟不。难。对不起，我在薪水小偷。没事，你又不是你开播。吃吃吃吃吃。是要拿汤匙，太坤生害。哪个叫？啊，不是。真是多、啊，什么？我说大家最后都不能讲话，真的，连念留言都不行。香，因为我刚刚煮鱼汤的时候是把就是鱼油比较多的地方拿去煮，然后就整个香。香喷喷，香喷喷，感觉要找多一点人来玩，真的哎、欸。嗯，化烫，好累哦，你不扮一下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的朋友。还是不能讲到数字。乱讲数字，感觉就还好。台电排名就什么节前吃十块。耶！渣男。渣男哈。怎么也叫渣男？你用渣渣很少。渣男。魏凯。罐头超好吃。罐头。蒜头。Very yummy。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啊，那个芥末怎么样？要直接吃一包芥末还是吃一颗蒜头？没有煮过，蒜味最重的那种。天哪，好，我不停叫，好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嗨，高晓晨，嗨。有什么好不能叫的啦？不要逃避问题，来吧。哎呦，不要！你好，想一个奇怪的问题。你也可以出啊。你又没有什么。专属爱称是渣男，也太硬核了吧？对啊，超怪的。哦，还是其实高英爵其实也不是专属啦，就是其实也会叫其他人渣男这样。哦、oh. ，没有啊，好你啊，渣男，对，他上次开播真的太好笑了，女朋友也可以怎么样？很可爱，你要确定哦，我确定，大家我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了， hey. 他自己跟我讲了，因为太好笑了，我今天跟他讲太好笑了，那好笑到我可以再分享一次，就是。我们今天在讲说，我上一次直播在讲说，就是神推、手推跟腹推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拿手推跟腹推在讲当例子说，手推就像大老婆，就是只会有一个，然后正宫嘛。然后可是腹推就像是小老婆，就很多妾。古代的时候就是很多妾，
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很可以很多个这样子，复推。加鲔鱼罐头，它超不咸的。就很想加鲔鱼罐头。加啊！但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？鱼吗？东西，看还好吧。你看，啊，我没有要吃哦，你吃啊，吃不完，冰啊，明天吃啊，明天你吃啊，不用，我不知道，明天星期几？星期三中午下课。我讲到哪哦？首推副推的东西，就是首推就像大老婆，副推就像小老婆，有很多个这样子，然后。然后想说那神推呢，神推是什么，那我真的想不到比正宫还要更地位更高的女性，想说是妈妈吗，然后图 K 就说还有女朋友这个选项你是忘了吗，那我就说不是女朋友，可是女朋友可以很可以很可以很什么样很什么样没有，然后直接卡住我想那时候想要女朋友只是就是喜欢的人，因为人家说确立关系就是女朋友嘛，然后还有老婆嘛，可老婆就是比较地位比较高啊，对啊，然后就觉得女朋友比老婆地位低的话，那是不是她是在神推之下，那神推之下首推之下不就是副推吗，那种一瞬间是这种想法，对，然后就是女朋友可以有很多很就是很多还没讲就闭嘴，立刻闭嘴然后留言就开始了，渣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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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渣爸爸是渣男，渣爸爸渣爸爸，时间管理大师，你的鸡块看起来超级像台湾，哪里像哪里像台，还没有味道还在，那哪里像台湾，那像蛮像啦，像美国还比较像，差不多啦，这个小鸡腿的形状，小鸡瓜，差不多呐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可以很多人，老婆也可以很多人。首先你们要找得到哦，那个什么，老婆也可以很多人的、啊，你也要取得到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别像驾照，这个吗？这个像驾照吗？它现在像什么？换来的吗？没有，这么友善。这样会归还你？归还什么？虽然只有他叫你渣男而已。他只是暂时寄放在你我这的真空，什么意思？你吗？嗯，渣男，渣男。他想直接加一坨味噌哦，他好不行哦。加鲔鱼罐头。好啦，好吃罐头。嗯，举给谁的骑士？还没出来的骑士。哦，骑士是什么？特工。哦，我们特工跟骑士不同人。哦，没有，我以为特工跟骑士是不同人、哦。我想说，你特工骑士都有，嗯，酷哦。没有，渣男。嗯，一个就很棒了。还有熟透也好棒哦，也没有焦掉。今天真是满满的海鲜哎，好棒哦！鱼，鹅，好吃鹅。鹅上什么东西？上天鹅。和尚端汤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Dog C， 嗨，阿米杜，嗨。
哦，你等一下也要开播了耶。对啊，哦，好快哦。是啊。我要用糖纸。嗯。前面洗碗。对啊。好快乐。我一罐头加起来，嗨冰雨。晚安晚安，我冰雨在飘。几次几次几次，你的登场啦！我现阶段第一就是你隔壁的微黑。嗯嗯，所以他是你的骑士。我理解能力不好，太蒙我早了。哦、oh ，好笨哦，你好笨哦。还是尾鱼罐头加饭，还有煎鲑鱼。还有鱼汤里面的鲑鱼。很难耶，真的要找到一个没有二推的。对啊，感觉很咸，不会很超，不会，它超淡的，淡到想直接加一坨味噌，是没有那么淡啊。它比较疯狂一点。前几天做玉子烧，然后说在里面加糖，然后就加了，欸、甜呢、欸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吃下去，还有一股甜味跑出来。玉子烧不是甜甜的吗？是没错，但感觉有点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不知道出不出来的，不然下次加黑糖好了，煮出来的变咖啡色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洗，好不好？你也不许送我早安抱抱，阿美龟。乱战大姐当特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能。哇，被你那他的衣服感觉要做蛮久。哇！哪部分？大姐爱你哦。我不害，那些被你送好都没关。嗯？是啊，阿丽吗？不知道。小彗星。应该吧，我猜。小慧跟安妮，还是小慧跟安安？安安吗？不知道。今すぐに吐槽。慢慢猜吧，怎么八个人猜过一遍？烤烤烤的，好吃。卢卡，卢卡的粉丝名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是 F F F。你是合同，合同吗？嗯。好的，感觉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，我好断线了，救命！感觉差不多要开播了。我要开播了。嗯。哦。刚姐姐不播了。
啊，冰雨，冰雨，你要送多多。不要啦！高云爵松懈吧，我们菜好酸，没有要吃熟的，可是我们只是嚼得很大力，扛扛扛扛扛这样子，好像很好吃一样。高云爵脸不圆，怎么改的？还是都这样？从中秋中秋节，中秋节啊，秋节就这样。秋有烟季啊，对，秋有烟季，我说啦。寄生血的话是。你寄生血给你的话是宿舍组草组跟你吗？哎呀妈！好啊，真假你们这样送生血给我，可以啊。嗨，维卡。太棒了。嗨，刘武。你说你当天才知道是露露吼？是，对啊，我当天才知道，因为我猜过是他，因为我直播上问过露露吗这样子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他，嗯。你们可以先去洗锅吃。我不要。Hello， 跟姐姐要就好了吧。等一下再。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多印的这个部分哈，或是就是你换到或是收集到多的都可以给我。谢谢大家。很远的声血啊。Hello， 嘴熏。Hello， 小。哎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哦。深情女生下大腿，嗨！大家晚安。Hello 月。Hello 季风呀 ，Hello 头龙 ，Hello QK， 没有他还没有过来。切Hello。切Hello 怎样？在你那里。Hello 坤坤。Hello 大家，今天也是个美好的一天。Hello 思雨。看到就被我们二次元吸收了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对人家怎样哦。Hello 杨小千 ，Hello。你猜猜猜，他很帅哎，他有种像花木兰的感觉。Louis 秀秀秀，于是 ，Hello 大头大面。Hello 是不是 Hello 什么意思？星期天，星期二孩子叫小贺，嗨。五月五日快乐一整天，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。他直接不想理我。Hello 抖 M 说 Hello 金汉，昨天没东西吃，今天就有。对啊。你今天没东西吃啊？嗯？你昨天没东西吃啊？昨天在房间啊。哦，幸好。够了。很想讲你圣诞 T 这件穿出来一整个变瘦，你说我本人吗？不然要。你要不要穿我的圣诞 T？ 他说穿了会变瘦。脸会不会变不圆是不知道了，但是。我要杀死你，张佛法！嗯，哈喽，真的是起了。哈喽，瑶，哈喽，感觉开播啦！哈喽，秋雷，超级底累。哈喽，谢谢。本人吗？ Hello. 我讲一下，就是他有很多个 FFF 嘛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，FFF 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应该是会变黑。然后大家都很漂亮，都是很漂亮的颜色。才不是人。然后他们吃一个法嘛，那 Happy Birthday， 那还有一次法收拉在这边。那后面就是一个 F 孔，大提琴的 F 孔，好像也是。有人说杀死法法我会饿死。对对，张法尸体可能只吃了三天。不会，我有猫咪。猫咪不可以养它，猫咪不要再养它了，真混蛋。今天有来问我说：“元杰你要吃饭吗？”我说：“法法回来会煮。”猫咪都生病，猫咪猫咪都感冒，你还这样子？是你要去帮他买晚餐吧？我不知道吗？我刚刚才知道。我也刚才知道。黑色显瘦，黑色真的显瘦，看到我超瘦的。我也很瘦，好不好？你黑啊！我比你白。来来来来来。
Hello 赵涵 ，Hello。Oreo 蛋糕真的强。海源西都不买。那、啊、现在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个、欸，还有、欸、不对，没了。还没想好。没有 Oreo 了，还有乳酪哎、欸，等一下要喝牛奶喽。你们这样子说，开两个手机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很满的画面。你们如果开两只手机看他的直播跟看我的直播，就可以把它连成一个很大的画面，连成一个正方形的直播间，超有事的。上下不是叫假的，对啊。Hello, 我们现在想很多，就是可以消耗掉牛奶的方法。松饼太少，松饼牛奶其实差不多，那就超饱。做很蛋糕，我哭了，蛋糕。好多蛋糕 ，Hello 志宏，我要做给我同学吃。不如待在家里，他就想 Hello 谢谢你想出去玩 ，Hello 渣男 ，Hello H， 谢谢六五八的枫叶，布丁也不多啊。好吧，牛奶布丁，我问牛奶布丁什么意思？奶酪哦，吉利丁加牛奶哦，绝对不会是吉利丁吧？哎，是吉利丁吗？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以找一下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真的。手机在这。对啊。冰箱有一大块蛋糕，可是我们要把那个，我们要把那个什么。很好看。什么什么什么。温暖。去吧，杨小倩。我们要把，我刚刚在讲什么东西？牛奶。好饱哦。我来不及。那要做成，要把牛奶做成可以放更久的东西，像是布丁。谢谢渣男的比赛打成鲜奶油。哎，怎么？我又输。海童。哎，我今天体育课一直在做体能训练， okay. 我今天手要废了。Hello。我不会做伏地挺身，可是就是做了 N 个伏地挺身。Hello， 很平均。Hello。可是我可以单脚深蹲，还不错。那看起来真超累的。没有啦，有人抓着你后腿。哦。人家蹲下去。是这样啊、哦。蛮简单的，可是大家就扭下不去。Hello Ren， 选不到体育课。我们大一是直接带入课程，所以建制班，所以就不用选课。可是大二就要了，对。翻白眼怎么按错了？没关系，给你一个赞。还是你要吃牛奶味噌汤？那应该要在煮的时候加了。好吧。Hello 陈雅，还是你其实是要送一个火箭给我？谢谢。下半学期还有两门体育课还没修，所以你已经大四了，是不是？哦天，好惨！你可以修两个体育课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有这么多时间让你修体育课吗？虽然大部分东西都是你吃的，但是我好饱。你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我在什么时候传那个便当的图给你？我那时候还吃一个便当哦，还有蛋糕哦，还有这个哦。真的很饱哎、欸！我怎么了？我胃变小。我要先选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胃变小。哈喽，咖啡。那我觉得你还是不会瘦。耶！耶！要先选到课。有女生客人说你头发很柔顺，是哦，是哦。大一跟大二的体育课通常会错开、哦，所以可以。不知道是谁之前哦，狂染，什么意思呢？然后又烫，然后。刚刚在爵哥那边听到发发的声音，还会浪荡机、嗯，没有，我在这，只是他找不到我，嗯、但我找得到他。那、嗯啊、我来练个排名哈。Hello Sky 水晴 Jack 双燕师傅。丹涵，第七名是张家富，第六名是嘉玉的救急什么？救急特务。哪有？第五名是暗红，第四名是老师阿寿里，第三名是小易，然后第二名是冰雨，第一名是 QK。中乐透的 QK 耶！其实你有推子晴啊？你推子晴，怎么这么突然讲到子晴吗？耶、yeah. ！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耶，不知道他过怎么样，他应该过得还蛮不错的。我朋友
跟他读同个大学的，然后就那你大学宿舍就跟我问我说好好互哎、欸、你是不是认识跟之前甄选的时候跟那个什么什么执行很好，我说对啊，怎么了，他说他当到他的队服这样子，哪有超酷，我们都大乱斗耶，全校一起塞体育课，这是你们课那个排课没排好是不是，哎、欸，我们下学期超满，我们下学期32堂课，一个礼拜，有个神经了。特别的亮，满到不行。Hello， 雕梦 ，Hello， Kevin，Hello， 眼睛 ，Hello， 来玩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 玩玩玩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变白了，嗯，粉在头上。看我试试。拜拜，他才摘死。对、yeah. ，Hello， 陀螺炉枪，哎呦，哇，小心！不发两次太多了吧？一次就好了啦。一次什么？护法。我干嘛？我护法。是啊，他了。哦、oh.。通常也不會塞不下。我这学期只有13学分哦，没选到半堂通识，也没有任何选修课。耶、yeah, ，对，然后。差不多了，这个选修灾难我已经就是讲 N 次，然后也忘记该怎么讲了，对，反正选修灾难，然后那个，所以我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塞选修课，这大学难题。空气阿鬼易风，这组放假好像不太好哈。笑笑晚安，谢谢。好，直播差不多到这边，然后可以去高恩爵士台，然后就去一样的直播。Hello， 嗯。Hello， 草莓。好的。Hello， 蘑菇。Hello， 大家。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Hello， 法法台的各位。Hello， 拜拜。6106。就大家以为是这样结束了。没有，我才刚开始1分。拜拜。